由十间电影公司联手合作的抗疫电影呢日举行首映礼，出席的包括两位监制曾志伟和黄百鸣。志伟哥仲感谢各个参与单位的支持啊！有钱佬出钱啊，大家都知道嘅样嘢，出钱就出力嘅，真系唔简单。咁系佢啊，出品人之间啊嘛。黄生同静子啊，就真系一口答应，帮手打埋电话，第二日就晨咁早捉埋跟住仲读剧本，跟住搵仲借埋佢写字楼，借埋嗰啲仔，借埋啲女。借埋一家人冚家出嚟幫手，真係啲絲鑊真係有家，多謝。咁但係咧，亦都係多謝我哋真係奇異九間電影公司，亦都係我初初以為我要花一個鐘頭打電話，但係真係唔夠十五分鐘咧，一打啲電話咧，全部都係應承曬。呢個亦都係可以覺得話，大家對大家嘅同行嘅同業咧，大家嘅支持。多位有份参演的艺人，包括有张智霖、张继聪、陈家洛、陈莹、方力申、林盛斌、林德信、苏丽珊、张达明、袁富华、车婉婉、张达伦、谷祖林同女儿都有亮相，场面非常星光熠熠啊！日前他们上到节目《开心大众艺》做嘉宾时，柱岭透露有意再为 TVB 拍剧，呢日他都有分享进展情况啊。其实一路都未 confirm 嘅，未 confirm 嘅，一路都接洽当中嘅，咁自己期待嘅，因为实在系哇都差唔多讲差唔多有八年冇翻去 TVB 拍戏，咁好 miss 呢件事。有啲咩系你嘅考虑因素呢？時間咯，最主要就係時間容許自己一定會幫手嘅。咁即係如果話翻嚟拍劇，會唔會話特別想要拍邊類型嘅劇？定係都冇乜？冇乜所謂喎，不過老老實實真係好老實。真係好耐未拍過古裝戲，即係係啊，都有少少恨演下古裝戲嘅。阿 Bob 在新戏中扮演车手，非常有型有款的，不过在现实中他就很怕揸快车。阿 Bob 还讲在节目大整蛊飞车的时候面容扭曲的原因。有些人说阿 Bob 不是，我之前见你那些车都好像是跑跑地的款，我真的很想说其实我是揸学的，这么多年来都是我是揸车是慢的，即不要说慢，即正常速度，就算可能去公路的那些，即他说100就100咯，82就82咯，即不会说去到很快很快，所以我是不是很追求的速度感刺激感的。即有些人说哇，我看到你之前在那个什么被人整蛊那里你好像很害怕，我是真的害怕的，因为我不喜欢那些离心力，甩尾的時候咧係好重啲離心力噶嘛，所以我自己咪即係，所以個人係有少少樣衰咁，我完全明白嘅。相反，阿聰就好享受飛馳嘅快感啦。身為電單車發燒友嘅佢，早前就喺情人節送咗架中古電單車俾冇電單車牌嘅謝安琪，搞到老婆大人有啲微言。日前阿聰喺 IG 扮揸電單車去富士山，阿 K 就同老公講密念，搞笑得嚟仲有少少火藥味噃。佢都支持嘅，即係表面上，我覺得佢係唔想做壞規矩，好似好放縱我咁啫。但其實佢都好好嘅，都任我玩。不過最緊要安全咯。但自己係咪都好沉迷玩電單車嚟而家都？沉迷嘅人係唔會覺得自己沉迷嘅。總之咧，有時間想揸下車出去兜下風咁咯。係，會唔會都識到啲志同道合嘅朋友？我好多啦，譬如振朗咪其中一個咯。我哋成日都約埋一齊出車啊，咁都幾開心嘅。大家除咗即係睇車之外，仲會即係 share 下嗰啲車嘅歷史啊。衣着啊，咁都幾開心嘅。講翻套電影嘅拍攝，陳家洛就話當中發生唔少搞笑事，事關佢同多位搞笑能手同場演出啊。都係嗰只啦，我真係笑點好低嘅，係啊，即其實即我譬如我做過有啲戲同陸永做嘅，咁但係陸永佢講乜嘢咧，明明好正經嘅，但係經過佢把口出嚟咧，我都笑嘅，咁啊搞到啲導演都係忍唔住要叫我收聲啦，你唔好再搞事啦。我話我唔係搞事，我真係忍唔到嘅。绯闻情侣小芳同 Jenny 虽然喺戏中冇对手戏，但系佢哋一齐接受访问嗰阵就打情骂俏，大玩访问游戏啦。咁拍摄嘅时候咧，听讲你要做好多动作戏，同埋咧要你应该系第一次做咁多动作添啊，系嘛？系啊，所以咧我做之前咧，因为我唔识啦，我就打俾陈莹啦。究竟动作戏点拍噶？咁样究竟咩系功夫啊？究竟要食啲乜嘢啊？会唔会攰啊？咁样咁跟住。哇！佢咁好啊，有冇俾啲咩 tips 嚟？就拍得好好啦。咁啊，就陈家洛导演咧就。跟我講咧，就拍完之後咧，佢話你應該有人會揾你拍動作戲嘅。
你同張繼聰喎。係啦，呢呢套就同阿聰同埋 Chillam 一齊拍嘅，咁就第一次同 Chillam 合作啦。阿聰就之前已經拍過劇啦，咁我就一見到佢就成日想捉住佢不停咁傾偈咯。咁啱啱見到佢都好開心，咁佢都有講起你喎，你知唔知佢講咩？佢話佢發夢夢見我嘛，係好 sweet 嘅佢真係。私底下鍾意流蘇的 Alex 就說很羨慕 Chillam 在戲中可以以粗犷的形象登場，還說要流蘇流得這麼英俊啊。應該是第一次我跟 Chillam 對戲啦，是啊，我一向都覺得他非常英俊啦，還有我又挺喜歡他今次戲裡面的造型啦，即是他是平時很乾淨啦，但是今次他又留一些鬚啦，那我記得跟他拍那場呢，我都有即說你的鬚很漂亮，拍攝東西多數都要剃得乾淨一點，但是他有今次有機會我都有些羨慕，就留得很漂亮。在戲中蘇麗珊和達明扮演父女，達明指蘇麗珊和自己的女兒很像樣，所以很容易入戲，蘇麗珊亦大讚這位爸爸很有父愛啊。其實真的很開心，因為呢我有達明哥是做我的爸爸啦，咁然後喺現場嘅時候咧，佢都直頭同我講，佢話：你真係好有我個女嘅感覺咁樣咯。咁我又係，譬如有啲場口，譬如佢係要拖住我去落去最尾係結婚嘅場口咁樣。咁我係覺得啊，一翹住佢就已經都唔使點樣入戲，因為已經係嗰一件事。係啊。新戲內容同喺酒店隔離有關，張達倫自爆最近佢都感同身受啊。我直頭啱啱隔離完翻嚟香港添啊，所以。嗰個隔離係好開心嘅，嗰十四日係冇浪費到嘅。係，啱啱喺邊度翻嚟啊？啱啱喺深圳翻嚟。喺深圳翻嚟。係啊，因為拍完《白色情人》。